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履带本身是可以便携的，然后就是它实现了一个在保持一个很小的体积跟质量的情况下，然后有很强的这个越障能力，然后基本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造环境里头人能通过的区域，它就都可以安全然后稳定的去通过这些障碍物。刚才我们去演示了一下这个履带车，然后做这个扶梯，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这个进入人类这个环境里的机器人都是一个轮式的，然后呢它只能在一个完全的平地上去做，然后呢上下楼可能也必须得靠电梯，本身我们这个履带机器人就具有爬楼梯下楼梯的能力，然后我们呢也可以把人类环境中的扶梯呢，然后去做一个使用扶梯，可以更加提高它的效率，运行速度，相当于它下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电梯可以更快的下去。这个不同的场景都可以进行，都可以使用。